男配角得奖的是刘冠廷，阳光普照。听到获奖这一刻，刘冠廷难以置信。我要谢谢我们剧组所有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，没有你们，不会有菜头这个角色。我特别要谢谢我的妈妈，她就跟所有台湾的女星一样，非常的、非常静静的、安静的坚毅着守护这个家庭。谢谢你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台上泪崩，刘冠廷击败堪称死亡之组的强敌，加上前年才以花甲夺下金钟奖最佳男配角，声势超级旺。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张诗颖，我的灵魂是爱做的，恭喜。从日星有赖正明手中拿下奖项，有赖正明还搞笑的对张诗颖肚子祈福，挺着九月孕肚，果然好运也跟着来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真的比剧本里面的还不可思议耶，我的天，我要谢谢评审，谢谢你们看到我，虽然我的戏份真的被剪了很多，我要告诉所有的演员们，不管你们做多久，都要撑下去，要相信自己，有一天你们可以站在这里，会让别人看见你的。台上喜极而泣，同样难以激动心情的还有他。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范少勋，下半场。以电影下半场夺下最佳新人奖，范少勋发表感言时，连声音都在发抖。我真的很开心啊！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然后我是新演员范少勋，谢谢大家。这场兄弟对决，究竟谁会是最后赢家？电影中侵入全片情感脉动，让范少勋成为黑马，顺利夺下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的新人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